最近的苏道清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慈天必胜公园所提供的节目，咱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3做着播出。有需要服务，免客气，慈天必胜公园的服务电话5916045，外观区的道清，咱加05感恩。啊，咱有需要服务啦吼，现场开放一线电话。5966449，这个电话咱拢会当利用啦吼。啊，来，咱今日来安排一块很好听哦，甲听看麦有气魄的啦吼。如果我年少不轻狂，兴风不作浪，不那么嫉恶如仇，读懂世态炎凉。如果我背弓一笑，然后摧眉折腰，是不是大事化小，忍气吞声罢了？好歹父子一场，告别的话不要讲，今生养育之恩，来世报偿。就自我抱剑一把，然后转过脸庞，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且待我三头六臂或坚强，有谁人能阻挡？脚踩烽火，踏破凌霄上，且待我出鞘暗亮正一掌，才回到你身旁。区区神仙不作也罢，好听哈，气魄未歹。那现在呢，9点到10点，没什么来跟咱聊什么呢？聊光明宇宙的知识。为什么？因为人吼，人类对于咱的生落来，噶只嘛，咱拢无停止讲吼，咱的生活要安怎去探讨？啊，对生命的宇宙有想要去探索吗？所以咱人都要有人道品行、生存之道呢。这真重要啊！我们要解读地球、人类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年轻人怎啊，册拢读足远的，读到大学啦，读到硕士啦，读到博士啦，伊敢也无了解吗？伊敢无了解讲要解脱地球、人类甲咱这个宇宙之间的关系，大家嘛知啦，吼，大家嘛想要去遐解脱。但是人道呢，是咱高智慧的生命，吼，咱宇宙所发展的需要，而且需要创造的叫做人道。人类的发展必须有道可循嘛，所以讲要安怎做人？如果做一个人有合格，我们做人做了一个合格的高管理的人，那么你就是称得上人道。这是跟讲咱即马伫这个高维空间呐，宇宙管理者与宇宙中的人类整体发展的，就是用简洁朴素的语言，揭示了做人的道理。为咱遮所有孙兄师姐啦吼，啊，指着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遮呢，你看似很简单，吼，啊，就遐简单的道理啊，人都唔甘做好就好。
我们地球人却从未知晓。品性很重要，人道跟品性很重要。人无德，理不立，如何让我们呢更加优秀？我们现在年轻一辈的，都快要高中毕业读大学的，还有已经在读大学了，你们都是已经是在社会上，将来你们都是栋梁，也就是我们父母亲的希望。所以呢，那不只是人品，人呢无德而不立嘛，如何让我们呢更加优秀？年轻人，书读到那么高，我们是要被人尊重的。第一个就是你的品性，品性绿意高远，但是目的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提升那个素质。每一个人出社会要有那个素质，要有那个素养，并且拥有良好的外在形象。穿衫要穿这样，臭菇臭菇就行了。咱真正人有品行优秀，人看有，但是看你咧穿衫、走路、讲话，有时候你的品性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咧，甲恁讲吼，咱即马为啥要讲这個？这意义真高远咧。咱目的是要帮助咱一寡社会囡仔提升素质、提升素养，并拥有良好的外在形象。但是 地球人呢，急需的一部关于如何提高人类品性的教科书很重要。先生安尼讲啦，讲册是要予咱的囡仔，会当学教规，最主要嘛是一个啥，教导家人，成为社会栋梁。所以讲教有教规嘛，学校也有学校的校规，道教有道教的教规，佛教有佛教的教规。所以地球村的人必须要提升人类品行的这个品质，具足着高贵的品质，还佫较好。所以讲咱要安怎以正向的言语举止展现咱家己。要合多生存于宇宙当中，应该是可以存在的啦，因为生存之道，地球人类大部分啦，咱拢是小宇宙家族的成员而已。但进前咱无啥物能力去整顿这个家族，无啥物能力去发展。但是咱即嘛已经社会，社会已经披露了我们家族的话，诶，这个发展历史已经。远远的超过老祖宗了，就是说艰辛的发展，还有历程做出的巨大贡献，传承前辈高尚的品质跟无私奉献的精神。咱若我都学着古早的人，咱用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咱的家族来提升，再来就是和宇宙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奠定正确的生存之道，安尼地球会歹吗？袂啊！人类会愈来愈高尚无？会。我们在这个高智慧的，现在是高智慧的社会，高智慧的族群。那么呢，咱今嘛来到今嘛，咱讲佛法，佛法内底有一个天枪的寓意，要让人知。什么叫做天枪？伊为咱揭示了。前所未有的宏大场面，伊甲咱扩宽了地球人的视野跟格局，就是因为我们的天象就是你在越高的地方发射，网路啦，连接啦，甚至于全世界个都可以视信，这呢已经揭示了前所未有的宏大，这个技术。跟发明，那扩宽了咱地球人的视野跟格局啊，现在真正拢看会到啊，所以呢，新的世界创造者，伊是引路人，是安尼讲，创造宇宙，
这些好的，它是我们 引导我们 走出了我们现在地球人类真的无法想象的空间，因为有创建者在引路，作者以平时易懂的语言去引导，说我们站在宇宙的关刀，我们现在都站在宇宙的关刀，透过现象的观察去探索宇宙跟生命的本质，来告诉我们所有兄弟姊妹，这所有的在人世间的这所有的叔兄叔姐，我们都是一家亲，都是一家亲，因为同一个宇宙的大人类，同一个宇宙的大人类，同一个地球的大家族，我们都是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是一个大家族。希望讲哈，我们这些成员呢，能够透过更了解更多的宇宙奥妙，来扩大生命格局，提升生命的层次。安尼呢，地球会不断的越来越好，人类呢嘛越来越聪慧，我们的眼睛呢，也要看得到了，就是现在要看看我们心灵的窗口里面有没有真正处在较高的维空间的亲人，很容易，你有没有做到？我们觉得说现在的社会，在这个低维空间，然后世界到处都有负能量的量场，但是咱唔好在庞大负能量的量场当中，让自己啦，去散发不正确的信息，所以咱讲咱家己爱保存足够正向的能量，因为较低维空间的这些，咱讲人类们，在这种庞大负能量的影响下，他们也很难让自己得到清净，他们也没办法得到清净，为什么？因为互相干扰嘛，咱讲意见不同，志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咱现在目前的庞大的负能量场的影响，有这个庞大负能量的影响，会让我们很难得到精进，很难让自己的时刻保持正向的心念，是因为咱的较低的微空间的亲人，生命里面无法做到完全都向正能量走，所以就有这啥，所以就有一些环境呢，因为战争的逼迫，一些环境因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所在，但是人类却在那个所在无通生存，无文化，无通食，无通穿的所在，这种的环境下生存的这些所有的众生，因是无法度去改变因的命运，伊嘛无法度去推翻讲因住伫迄个国家是一个无文化的国家，是一个无唔那干那无文化，无医疗的国家，等于生老病死顺住自然，这就是啥？咱先来讲。我们如果今天是在一个好的国家，我们就是说在高维空间的，如果你今天是在有负能量场当中，很难在那边相处，也很难在那边生存的，那就是低维量，低维量空间的这些所谓低维空间的人会受了很多逼迫，战争啦、战乱啦、环境啦，过来就是五谷杂粮啦、无丰收啦，过来就是大水啦，过来就是有一些咱讲很高很高的温度的，在焚烧咱的这个地球的这个山林啦，也让我们的动物很难生存下去。所以咱就要讲，咱看得到远景无？咱看得到未来远景无？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师兄师姐，我们遭遇怎么样的困难？有遭遇过的当然知道苦在哪里，没有遭遇过的他不知道人背后的真相，他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国家以后背后的
会是好还是坏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尽量完善自己，尽量让自己每个心念都是 正当的，都是正向的。当我们的意识越来越强的时候，你就能靠自己内在的力量去抵御外在的一切自己的干扰，让自己能累积足够正向的能量，外在的负面讯息就会越来越少了，起不了作用了。所以我们达到这个能力的 水准、啊，我们想要说给我们这个台湾红来报道，还是说我们听出的视频在国外也好，我们都想要达到这样的水准，必须先让自己的心灵时刻处在良好的状态，无怨恨，无恨心，无这所有歹的思想观，因为我们的心灵是自身生命对外的窗口。我们的心灵就是我们心，我们自身生命对外的窗口。我们要让自己心灵的窗口呢，在宇宙中发挥正向的作用，这样我们才能看到远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让铸造好的远景环境，就是共同的目标。咱的心，咱的心心自身的生命窗口，你爱远远远去看到远景，好看到远景。那咱要哪用这个吼？我们所定的远景，吼，要大家一起来共同创造这个目标，那就是和气呀，和气，好，共同一样的目标，才能让我们的家族凝聚力量。朝着这样的方向共同努力，我们这个世界呢，虽然比较落后的国家，但我们也可以凭着大家的共同努力，积极向上发展。总有一天，我们能帮助他们，也让他们也能够跟着水平走，跟着目标走。三个国家，哪好个国家，哪有当把一视同仁呢？以后我看，这个世间的环境应该会越来越好了。所以我们能力有限，但是连结就无限。能力有限是因为我们只有几个人，没办法做那么大的事。如果是世界 有认同，有认同，大家共同都是用你心灵的窗口看到的未来的远景，那一致，那力量就大了。这有人赞叹呢，我们发展的速度会越来 越平匀、也会越来越好，不得不呢会让大家叹为观止，所以世界已经发展到一个一定的高度，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的时候，他们目前的生存状态令我们非常的感恩与向往。反观呢，反观我们如今处在这一段还算是不错的蓬莱仙岛，那我们也要来推动我们家族更往更高的领域前进，就是台湾啊。台湾是一个宝岛，台湾一个好所在，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台湾所有的同胞啦，孙兄孙姐啦，大家有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还是各方面人才的缺乏，还是严重阻碍了我们家族上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其实啊，都可以提出来。我们现在的政府也有很多的德政，让我们呢，也不会说出不饱穿不暖，所以说我们爱我们家所有的孙兄孙姐，在我们修行的领域拓展里面，在我们修行的这个道行的这个领域去拓展，因为我们就没有不断向，我们就不会 不断的向不好的事去学习，我们是要不断的向高维空间的好的地方去学习。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去不好的，你就明知那个不对，你再去不对的地方去学，扶琴鼓掌又高高一位，高高一堆，这样后面呢，就等于我们伤害到这个什么
世界和谐，也伤害到咱家己本身的和谐，嘛伤害到咱家己的国家的利益。所以呢，吼，咱即马咧讲，即个真相啦，甲咱讲啦，吼，其实人会当改变空间无？会，力量是在有你的心，你在你的吼心灵窗口里面，你安在的就是什么？就是希望，哦，我们能够在维度空间里面的亲人都能得到，哦，高维空间不同世界的，哦，咱的价值观。安尼，咱是不是就有啥？咱就是有机会啊！哦，咱带咱，咱带人啊！所以，这个宇宙高维空间呢，最就是要让我们的心灵提升了，吼。所以说解读地球人类与宇宙之间的关系，会提升我们的灵性，也会提升所有人类的物种，让他们越来越达到目标了，吼。现在要跟我们的斗亲公有没有说到慈天必生公的请帖，哎，跟我们说我们的七月十五就是我们的中原普渡，大家都知道嘛，但是七月半呢，我们有一尊神，大家都知道，就是上元天官赐福，地官下罪，就是我们三元三品，地官下罪，下罪天官哦，接受嘛吼，但是咱还佫有一尊啊，骊山老母啊。骊山老母是七月十二号，哦，七月十二号，所以咱就这三尊呢吼，就是七月十二啦、七月十五啦、吼七月十八啦，哦，加这三项拢是大，都是三大祭典，吼三大祭典，包括十八吼，是咱吼咱讲骊山母甲王母娘娘，吼。啊，这个祝寿大典，哦，啊，咱
举办一个吼，啊，咱的这所谓同学会啦吼，就是有拜师的徒弟啦吼，皈依的徒弟的同学会，吼啊，大家认识认识吼，啊，也感谢了吼，大家很踊跃的参加了吼。好，那现在呢吼，要甲恁讲就讲，即届即个六百码呢，预计啦吼，预计伫咱即个吼七月二四、二五、二六这三天。诶，这个功德法会，但是十八、十九做天呢，二四、二五、二六做地，吼、哦，这个地缘的工课，吼、哦，啊，所以呢，吼、哦，毛交代真济代志，吼、哦，叫咱爱妥善去甲把它处理好，吼、哦，啊，正数呢，吼、哦，寺庙甲恁规定伫个1600钱以内，吼、哦，1600钱以内都袂使阁接受，吼、哦，袂使阁接受报名，吼、哦，1600钱以内就是杂志，吼、哦，因为咱的。工作场所无遐宽，场所没有遐宽。搁一项就是讲，每做一项诶，即个功德会，吼、哦，咱诶圣庙，吼、哦，爱甲上天开花啦。去上天开花，三九叩天尊开花，雷声普化天尊开花，母娘诶所在开花，玉帝所在去开花。开花就是讲，慈天必生宫诶宝和殿啦，吼、哦、吼，会当诶就是会当做1600钱以内。好、哦、啊，因定派天尊、天兵、天将落来护道护持，好、哦、啊，会当予咱这个法会呢，吼、哦，会非常圆满成功。好、哦，所以甲恁报告一下吼、哦，啊，咱即马也是有收到咱的贴吧嘞，吼、哦，啊，咱内底拢一张单的报名表，你要参加就甲交交咧就好，但是会记得敲电话，甲咱的会计部门讲一下。吼、哦，啊！你要参加的部分是啥物？啥物？伊会甲你讲，你要带几个手印伫边啊？吼、哦！啊，然后用油纸吼甲夹过来，你莫用莫用迄个影印的。嗯，你若去用影印的吼，诶、哦欸，咱用传真机传过来，迄个印啊拢未明，吼、哦，印啊变啊暗淡暗淡未明，所以咱互咱了解时间，吼、哦，咱厝内底要参加的印啊带带了后，你名拢甲徛伫个边啊。好，对对了后，直接用油纸甲寄过来就好啊。以上这是来一个秋季法会，好、哦，圣母所交代的，好、哦、就是这样子。好、哦，那我们就照着圣母的意思，好、哦、啊，能够把好、哦、做些事情把它做得圆满。因为咱今嘛是这个佛法的诶，这个洗盘的时阵啦，嘛是咧讲到吼啊，咱今嘛为什么咱母娘这么紧急，好、哦？紧急咧讲到这个吼，龙华三会伫要阁开始，那么呢，咱后壁面的这灵力红路，每一个人拢爱冲出着你家的广告出来，吼，也那无呢，应该吼无啥物机会，所以要甲恁讲啊，就是讲下当的范围啦，大家多做功德，回向咱的祖先，多做功德，回向咱的冤亲债主，予咱无大业，吼，阿摆呢都无恩怨的个救济。咱的囡仔搞破病，身体病痛袂好势，甲咱的因果业力有关系，甲伊的命格本命嘛有关系。吼、哦、啊，所以讲，即马甲咱讲者，即秋季法会，吼、哦、啊，后个月尔嘛，即马就六月啊，吼、哦。一、二、四、二、五、二、六，都话五六日这三天，吼、哦，就是做地缘的工课。吼、哦、啊，所以呢，感恩啦吼，大家真踊跃来报名吼、哦。啊，若是讲要甲咱参加占卜的，还是你要用公司，吼、哦，以公司名来占卜的，吼、哦，啊，以咱家己的家庭来占卜都可以啦，吼、哦。以上这是咱的啊秋季法会，甲咱报告啦，吼、哦。啊，若有需要香油款素材讲无，那免想，拢甲带过。香油款免阁讲，那好用的物件，吼、哦，像最近啦，吼、哦，多美千益生菌提到拢无货。唔知是即卖人拢较爱食凉，还是安怎拢避忌？啊，多美千益生菌哦，一包甲食落，两包甲食落就解决啦。哦，足好用诶！啊，买两盒送一盒。啊，所以吼、哦，咱若是有咧食吼健步灵啦，吼食咱诶牛樟芝啦，吼、哦、啊是樟芝王啦，吼、哦、啊是讲山高宝啦，吼、哦、有咧抹好你面，啊是讲咱有咧用着吼、哦、啊咱诶。只要你用得到的東西，不用跟你說，都不太用，不只是頭比較好而已，眼睛也可以好、哦、眼睛好呢，就是我們人坐歲了、哦、73歲了，眼睛用73年了、哦、不用這樣，眼睛算動骨、哦、
我73岁才开始去咧看眼科，你甲我讲你有散光，吼、哦，你有一挂吼、哦，白内障你拢爱处理掉，所以我8月2号我要去开，吼、哦、啊，左边的右边的开好了很清楚，好、哦，那就换左边的，哈、啊，左边再处理一下，啊、那就好、哦、完成了，好、哦，这对目睭应该会让我看。看足清，看足明的啦吼，那我就很感恩啦吼，很感恩那个医生吼，人讲医术很好。我一项啦吼，刚才讲家嫂啦吼，咱有人讲家嫂，有人甲报啊报食一味啦吼，都是用蒜头来吹，蒜头一粒一万，蒜头一粒差不多5-6万啦。吼，咱讲蒜头几粒的，你甲拍嘞，吼，啊，迄个毛甲掰掉。吼、哦，啊！你甲淋两皮啊姜，啊一碗茶，吼、哦、一碗水啊，啊甲下落电锅炊，一工食一盖就好。蒜头会杀菌，尤其是有拄着吼确诊诶，一直甲炊蒜头啉，就蒜头水啉就好啦，炊蒜头水。啊，你蒜头一定要甲炊甲有烂，上无你要用一箍诶水，该炊甲蒜头内底，你甲用拉看卖拢烂诶安尼。伊个蒜头精来对，伊个来对蒜头素，它本身它就有杀菌，好、哦、对咱的肺部会很好。我即几工啊食，差不多两盖，我试看卖两盖三盖，迄哪有拢开起来呢？吼、哦，啊你扫都袂足硬的哦嘿，好、哦，每双即马甲你报几项，吹蒜头水就好，啊来淋两片姜落就好啊，好、哦，安尼啊空白甲啉落，好、哦，安尼呢，促吸。让他的肚子里面肠子里面有菌啊垃圾啊做一次消毒把它消灭干净、啊、以上这都算广告啦吼这是民间的啦吼这不是药啊啦吼只是蒜头水用炖的这样而已来生愿做一朵莲与你再续三生缘不早也不晚来到你身边，不再错过，不再擦肩。来生愿做一朵莲，在你身边，活在你心田。一生风轻云淡，不久也不缠，迎风舒展，浅笑嫣然。来生愿。没想来要来讲，怎讲无完呢？讲神仙被贬下凡后，如何才能重回天庭？咱这财神为顶管倒灾灾倒落来吼，啊，唔得当时才会当断吼。咱张呢嘛希望讲吼，这段是真长啦吼，啊，咱的洪正文师兄也可以把它切一块，吼啊，咱的这个。大禹师兄也辛苦一点，神仙被贬下来了，如何才能重回天庭？这虽然吼是咧甲咱告诫啦，吼讲真间嘛是有顶悬的神落来世间做人啦，唔是无啦，所以伊头壳特别翘起，所以咧去担任圣职，担任圣母，就是因为对顶悬吼，佮栽倒落来遮。伊必然爱来行功立德，伊必然呢爱去做这个工课，伊才有法度吼、哦、有因缘，搁倒登顶悬。原来吼、哦，办倒落来才新鲜吼，嘛真辛苦啦，才栽仙啦吼，栽倒落来倒头栽的栽仙吼、哦。那我们就像是在游戏回档，想要白日飞升，重回仙界，栽仙只有从零开始，所以今嘛要为从零开始来讲吼。哦哎呀，摩克啊，吼，拢总是摩克啊，吼。咱也卖伫个顶悬吼，做唔对代志，人讲罪犯天条，应该就袂去用解弹倒落来吼。啊，既然弹倒落来，咱就爱较甘愿的吼。咱就讲到这个吼，上要令人心安命安啦，身为天神，傲游上下，
亿数万灵，因此炼金丹会当实现再生重回仙界的愿望。好，咱昨就讲到一撮。哦，咱今麦来讲就讲，也有一种方式呢，吼，神若做头仔，搁倒落来做人呢，也有一种方式，就是这世度人，行善积德，这嘛有机会。哦，你是有身体无唔对，你有善缘无唔对，但是你今麦这条灵去用倒换去啊，先天的灵界去用倒换去啊，你就是后天的灵界啊，后天的灵界就甲咱人同款啊，为头啊来啊。一头来，所以呢，伊讲吼，木龙居火，吼女病治。为什么说木龙居物，吼女病治？中说是说什么？说要呼难救寒，助心凉，雷神、风神、雨神、电神，助我救寒。寒就是讲旱灾啦，无雨的时阵啦，吼，咱爱念安呢，吼法师内底。就是咧讲法的切啦，魂就是咧救寒灾，魂有来乌魂有到，唔知如何，无乌魂要哪如何？所以魂就是救寒灾，吼、哦，那救一届，吼、哦，伊的阴功就升转一届，吼、哦，准活120个人，大寒过两旬了后，对，搁再讲，吼、哦，咱讲辅助啦，吼、哦，即个。即系火神巫师啦，吼，使咱呢无旱灾，吼，啊，大家风调雨顺，遮拢功劳就对啦。就是救民间的旱灾一届，伊的阴功会当转一届，就是讲伊的阴功会当佫爬一层的意思。如果呢，吼，救持，吼，如果讲咱啊连续就对啦，吼，吼持续，吼，如果咱啊持续两旬的大旱。持续两届轮顺两顺的这个大旱，功劳会搁较大，吼、哦，所以会当升迁，吼、哦、三届啊，爬起你个三届啊。按怎来讲吼，道家专精派呢，哦，这个祖师李洞宾受到这个钟离老祖点化升仙了后，吼、哦，大李洞宾在人间3000功德圆满。800善行完毕了后，就得道成仙。因为李洞宾是人，无死啊。啊，李洞宾是人，谁那钟离要去甲点化？当然，李洞宾这条灵来世间出世，嘛是先天的落来，只是过来人母投胎过来做一届人，吼，再过经过钟离搁甲点化，吼，搁再搁修行正果，搁倒转去，吼。那王重阳祖师呢？吼。在这个仙的等级，怎么咧讲？从李老祖、李洞宾来度这个王重阳，但是王重阳祖师呢，伫关于这个仙的等级，按照道分，哦，按照道行来分啦，有分做五等啦，哦，按照道行来分，有分做五种，叫做五等，五种等数，其中最高等级的是。天仙最高等级，最高等级叫天仙。除了自身的修行之外，天仙强调是修行者在世间的功德。天仙是身仙成就了后，积德行善。好、哦、啊，积德行善要有3000善行，功德圆满。好、哦，受天书以幻动天，称之为天仙。因为咱已经有啊，有这个吼，顶悬的教子啊嘛吼，啊顶悬啦，吼顶悬有互你有互你肯定啊嘛，互你肯定。来看王重阳，王重阳关吼关系这个仙的等级啦吼，但是王重阳虽然是钟离甲李祖所度的，但是人伊的等级嘛无讲降甲真低哦，因为吼伊呢。除了自身的修行以外，吼、哦，伊呢做的3000善行啦，伊功德有圆满咯。所以呢，伊受伊吼玉帝天师吼、哦、以幻动天，称为仙天仙的家哦。因此要积德行善，行善嘛是啥？嘛是爱吼、哦、对这再生重回仙界的方式，啊，佮对这什么叫做再生？
倒头栽的栽啦，栽倒落来这栽仙，都经过一定有这仙人来指点。哦，过来就是讲吼护持啦，护持哦，啊做善事哦，喜逢哦喜逢富有一位新仙，伊嘛是足无奈的啊，去用变乱甲凡尘，一心想要重返天庭，啊所以呢，伊嘛是吼、哦、一直。吼、哦，一直找找看有啥物款方法无？到尾也才知影讲哦，要通过炼制金丹的方式，道家的炼丹是一个真复杂的过程。所以呢，吼、哦，上药吼、哦、记载嘛吼、哦，有记载上药会当予人吼、哦、心安命闲，成为天神。所以你甲看，这个西方府的这位神仙，人伊嘛也去找呢，找要哪来炼金丹。好、哦，要咱来炼炼金丹，好、哦、啊，所以讲炼金丹，今日呢，咱讲到这个新鲜落来，要安怎倒转，好、哦、啊，咱嘛希望安怎，希望讲我们能够了解的，好、哦，会当了解，对咱这个世上啦，吼、哦，有一挂吼、哦、人，伊、哦、头壳真翘起，也嘛真啥，啊嘛，甲人无同款。伊落来到这个世间，就敢那咱甲人无共款，这个囡仔就特别甲人无共款，这就叫做心性。吼、哦，你若你是倒头栽的仙吼，倒头栽的财仙吼，伊个心性健康哦，命功经历寿缘吼，如降世时既定。吼、哦，伊来既然啦吼，虽然是有犯淡薄啊唔对，玉帝要阁叫你落来世间出世。但是伊会乎你心性健康，伊会乎你的命功，吼、哦、啊，拢也阁有啦。但是只是你的你较早遐记载，伫你的头壳内底遐仙术啦，吼、哦，遐仙术啦，有诶，吼、哦，会当乎你变的这些，拢该收起来，无通乎你用啦。但是吼、哦，伫心性上，吼、哦，伫你的体型上，会乎你健康啦。上无要乎你基本的命功伫咧啦。因为你经历来到这个后，咱讲世间呐，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吼、哦，那讲降世既定决定啊，吼、哦，啊你呐要有一个真好的根基甲体缘，当然心性健康咯，命功爱好咯，吼、哦，寿缘嘛爱好咯，啊无变啊要安怎伫这个所在寿甲骨在倒倒转？讲修真为要啦，何为真？念念时时尊真，就叫做真啦。啥叫做念念？何为真？念念时时尊在你的心，这叫做真。吼、哦，啊，既然修真为要，你要修真，就是真功夫要提出来用啊。真功夫提起来用，身心灵要有个净化，对无？咱对唔捌甲捌，对中年甲老人。吼、哦，这拢是要经过心心灵的磨练，你无经过身心灵的磨练，啊，甲这所有人生所有的过境甲过程，生老病这过程，你无个净化这个过程，那呢你就无法度搁行倒转去，因为困境伫个地，成就伫个地，困境在哪里，成就就在哪里。你在哪里净化过程？你的困境，你已经净化过了。困境在哪里，成就就在哪里。哦，做灵修之前，爱先下因果，这名声工作者解啊！吼、哦，这嘛不是干那我讲呢。哦，这新鲜端来底拢有讲啊，讲咱一般的平凡人，不管是堕灾落来世间的灾仙，嘛同款哦，嘛有因果哦，吼、哦。啊，咱一般人吼、哦、受着父精母血来出世的，这嘛是随着累世因果过来世间造作，过来世间呢要行果的，要行功立德，吼、哦，你要来消业障的，要来消过去的恩怨的，这嘛是哦。你要修行进前，一定要旧业消除，新业不生，这算讲的三观大帝考考。三观大帝咧考考就是讲。咱人呐，修学我都困境伫个地，成就就伫个地啊。你有因为有困境，你才有磨练嘛。
所以困境在那里，成就就在那里。那么怕灵修进前呢，是怎么说？三观大帝可好人间功过，立下修行证，就是说生下因果。因为旧业无消除，新业无生，安尼呢，你才有法度定格伫迄个所在修行，才袂因为你愈修愈复杂，愈修内底愈加紧，因果啊愈想要消脱。你既然伫要跳出，吼、哦、要跳出生死，那么甲我的恩怨，你是毋是爱甲我先清算哦好？所以这是咱三观大帝。可好人间，看到讲奇怪，这修行啊，是哪修到七坎八丘？这修行啊，是哪修到有时家庭袂好势，有诶修行修到艰苦病痛，吼、哦，甚至于嘛，也阁有人吼、哦、修行修到吼、哦，咱诶头壳偏去啊，就变成啥？有诶被害妄想症啦、幻听啦、幻想啦、幻觉啦，啊，都伫修行时呢，修到幻听、幻想、幻觉。所以呢，三观大帝呢，就怕伊咱这做官落来世间可好？可好讲，这财神落来世间，也许也有很多遇到很多的困难，吼、哦。啊，这平凡的众生，因为搁再有一届磨练，伊要修行正果，嘛是有一挂吼、哦、考验，所以就吼、哦、就咱的三观大帝派做官落来，吼、哦、人间考察，再搁倒转甲三观大帝报告。原来要修行进前，一定要先把因果先清理掉，先把因果先改好，你才袂因为愈修，你感觉家庭、吼、哦、婚姻，或者是事业，或者是你本身咧修，愈修你的身躯呢吼，感觉愈无好，吼、哦、啊肉体感觉欠点啊足济，安尼也毋是，安尼也毋是，吼、哦、原来啦，吼、哦。三观大帝可好人间功过，立下修行证。所以三观大帝给我们立下修行状，就是欠人家的要先还啦。所以我说，有的人欠人修行债啊，哦，啊，几啊地人拢欠人修行债。咱啊一般的人，咱啊去甲银行借钱，你无还啦，人是不是来甲你哄？同款意思啊。啊，咱啊是甲上天呢，吼、哦。啊，该借修行债来用，结果咱拢无甲还修行债，嗯，安尼咱嘛是等于欠嘛，嘛等于欠。所以讲有时阵呢吼，旧业啦要消除，新业要无爱互生出来，就是爱用三观大帝考好人间的功过，吼、哦、立下修行证，叫你要修行要立下修行状，欠人家的要先还清，这是修行基本功啦。再来行功立德三千功八百果啦，吼、哦，末的时阵吼，才换一粒蟠桃果哦，才会当换一粒蟠桃果哦。啊，那会当换一粒蟠桃果，就表示啥？你有机会转去嘛，转到摇地啊嘛。无你们再分一粒蟠桃果给你。啊，你行三千功八百果，换一粒蟠桃果，你会当安怎？千生万生拢免过来世间出世啊，吼、哦。修行最高的境界是一丝不挂，开悟回家是真正的目的。回哪里的家？当然是回天庭的，天庭的家，当然就回到母娘的家。点支佛灯，把来世路照亮。站在原地，回头静静凝望。我来世身无足不泥裳，我去世留下空空皮囊。
面对佛灯闭上双眼冥想，真的三分名利又能怎样，金山银海难换天伦无恙，无愧于心求得我他安详。昨日已是今世的沧桑，明日也是今生的过往，历经磨难心中仍希望，点支佛灯把天地都照亮。来，咱最近的吼，咱有咱的旅居美国，吼，咱讲去美国啦，吼，去遐做大头路啦，即卖已经咧吼，会使讲是咱讲敢那半退休啦，吼，去美国开餐厅啦，吼，去美国做大头路的，吼，咱一只台湾的小姐啦，吼，还是台湾的吼，即个所有吼，有出去外国拍拼吼，刚好呢。在空中呢，就接到了慈天毕生宫的这个网路了哈，可以听到梅香讲道，最近回来宫里面的日本的道亲呐哈，就是我们台湾嫁过去日本的道亲，还有去美国的哈咱的道亲呐哈，最近也很多见面的很多个，大家都。哎，我台湾囡仔去美国吼，嘛同款拢是信台湾教。伊讲嘿啊，无论我安怎去美国，也是同款爱拜妈祖，爱拜观世音菩萨，嘛是同款爱拜母娘。啊，到这条筋吼，安怎都拢袂断啊吼。伊讲自听我的节目安尼几啊年啊，一直想要断啊，一直想要断啊，吼，终于呢回来了，吼。啊，伫越南呢，吼嘛有啦，泰国的嘛有啦吼，这个。马来西亚嘛有，吼足济啦吼，足济，包括新加坡的也有啦吼。那我们澎湖的吼，这些吼大德也很多啦吼。那今天昨天呢吼，我们在厦门吼，就跟了师姐呢有做一个视讯啦吼。她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长得好漂亮哦，就像仙女一样吼。她也是来人间的吼。要来走这一回修行道路，还是要找回原来的本真哦。来这世间真正的吼，人讲有他出香喝啦，但是要找回本真的，现在唤醒灵性的越来越多了。所以人讲吼，经嘛是一个重要的特例啦吼。立功立德立言，吼，这嘛是咱人生三不朽志业啦，吼。功成的功业成就，当然就可以涵瓜，吼、哦、立功的条件，除了咱家己有才调啦、学识啊好啦、决断啊好啦、意志啊好啦，吼、哦，还有机缘的配合啊好，吼、哦，所以呢，哪个吼、哦、军官要去立功升官，吼、哦，军人的事业在沙场嘛，吼、哦，咱呢，咱的先天条件伫迄对，当然咱有好的主管嘛，吼、哦。啊，够有好的这个吼咱那总统来统治着咱的国家，那这样一定是很好。所以咱讲人吼，尽其说要怎么样对人类生活所立的功，不亚于啦吼别人啦的付出啦吼。我是感觉古早人对人类的付出吼，不亚于现在的人啦。所以现在的人是在科技的贡献吼。以前的人是在文化的贡献，是在立功立德立言的贡献，吼啊，所以讲立德立功是长时间呢，爱诚实忠良，言行爱如一呢，吼善于待人处事的道德要良好，吼这就叫建立基本德性，为大家所钦用的，足以为社会典范，所以称为叫做立德。当今的社会啦，吼。我也不希望说有很多恶心的政客，我也不希望说这媒体扭曲了原有的善良道德认知的观念，有时候也会误国殃民，
吼、哦、背做求赢，安尼唔好呢？吼、哦，这呢，拢是即马资讯很清楚、很透明，对的就是对，不对的就是不对，误导了很多驱虫者的心思，更严重的误导了我们年轻人祖孙的价值观念，造成了人魔横行、人兽横行，这将是台湾的天灾人祸。吼、哦，安尼就唔好呢。啊，所以咱今日时间已经到，今日个天气足好诶，吼、哦，日头足大粒诶，所以共修的弟子哈，今天谢老师要来讲，吼、哦，咱的易经课，啊，共修的，啊、哦，共修课，我们都一起办了哈、哦，啊，今日个直接祝大家，吼、哦，平安，吼、哦，健康，开车平安，工作顺利，吼、哦，假期快乐，再见，拜拜。想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无所得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愿你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